感觉给，我这边都已经开始推进期了，结果发现你们还在讨论来车，感觉有点尴尬，反正习惯就好了。游戏结束喽！调试失误给你们直接崩，游戏直接不用玩了，用面还打了钻，他们这把没法玩了，结局已经出来了，然后这边还打算卖，卖了那更爽。等一个佣兵，反正这边三台电机，你们怎么修都赢不了的。就联手。卡尔明，今天要给你压迫一下。他把手机扔了，近得很。
蹲了你也跑不掉。右边，左边，应该是这边。不在的话呢，应该是想捞人。没有的话，在角落。儿子放出来了，我儿子修，他自己卖了。现在其实是把它补好了，我还没钻头。
修完差非常多。这把没钻头，简直了！要有钻头，这个前锋就不配在修炼一。哎呀，头皮发麻。他是没修炼机，我就不会有这么多压力了。让他修完一台，很难受。这把东西太少了。先捡点东西，我再过去再去小木。修，哎，修，这耳鸣假的，是娃娃。闪现好了，跑哪儿去了？没加速了。跳！这么膨胀，应该不是个好抓的。娃娃，拼了！居然没切到板，没震慑到他，不要，及时现在板速。
全是死了，RPG了。结实过哎呦我去，结石在这儿，小木屋。打了算了。有传送不虚，抓不到人，我就溜。这都天天下了呀，给滑板加速了，追一追吧。没事，八秒之后追力。
加好多嘞。 哎呦妈耶！ 结实嘞，勾起来了。
是不是都出家了？我的个天！好能狗啊，娃娃不放，狗出家了都。估计要打洞出来的，注意神意就好了。届时在这一万应该是刷分了。假装欠气球，这个人不用挂，他没治愈。祭司肯定是想补电机的，他来挂了，挂了十块。其实在哪？他不会在楼上啊？把祭司锤了。把祭司挂了，把这个洞打了，我这是在修机。
拆他的看门。果然，打不开。王吕刚刚敲诈了，好像是在这边啊，但怎么没耳鸣？奇了怪。明明敲诈在这边，结果没耳鸣。知道吗？你在哪？这个时候弹广告很尴尬呀。导致我看不见无人了，我去。什么狗屎啊。这还怎么拼啊？救我！
他有机会高级。噔噔噔噔噔，不要急，他这边应该是所有人都要过来了，强行点电机了。看他保平是没问题的。这边也是一包死。还好挽救回来了。盲女终于修修不动啊，你骗了，问题不大，反正那边电梯差很多，我也不怕会输。藏一下自己啊，被看见了。佣兵，从胶囊中间，等八秒，开始计算了。佣兵消这么多了吗？有点恐怖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锅急了！哎，他让我打一刀！哎呀！哎呀，没开二级隐身啊！哇，他还想救我！Oh!
没满足，干嘛要丢不认？
去二楼，二楼开局就是我们的，我肯定也不像，不知道，果然不是他。 这个张狂也太真实了吧！这就卡的那么一点，你给个二级机，少块肉啊！我踢脸手。 没加速，跑掉了。替他们救人吧，这杰斯是个废人，他们不救反而还难打。 切板，打快了，可以真实了。 重修，重修，那我守吧，我就赌这一波，这佣兵救不了人。
到底叫？哎呀，这还买个球啊！到处都在修，4台在修，我的天！ 假装牵气球，我只是把调香师给弄过来而已。两个人都骗过来了。 他这个口子这边，你看，真敢修，还真敢修。
总共修了慢。强势也没重新修，两个人都在。强势肯定是有想法的，强势就前锋修，有一次落地刀的机会。Come on.